国庆节有几个朋友到家里面来玩啊，然后搞了两个鸡来吃，这两只鸡还是我们前2年喂鸡的时候剩下的，都养了好几年了，今天终于舍得把它拿出来吃掉了。这个鸡再换毛有点不好拔。要把那些黑的挤出来。那个厨师多狠呐，你们要搞嘴。30块厨师，你看。要打架哈？票应该没涨出来了噻。没，他那个涨出来搞了票钱。没有涨出来，但是他已经折了呀。完了，跑时间长点嘛，好，重新来过，重新加个队。你们两个搞个分儿了，搞不出撑头劲了。小豆豆。趴下！哇，恭喜恭喜！咦，我也要喂。你？豆豆那个。我要来哦。